蕊在2022年嫁给新锐导演王鼎麟后，于同年迎来宝贝儿子的诞生。而今年元旦，她则惊喜宣布怀上二宝的喜讯，同时也在日前举办宝宝性别派对，正式宣布怀上的是女儿。丁乔维内心相当激动，甚至在性别派对中当场落泪。她也在文中分享自己哭的原因，因为兄妹一直是她最想生的组合，所以很感谢一切让她心想事成，怀上小女儿。不过最让人惊喜的是，好人缘的她有多组大咖情侣或夫妻到场为他们祝贺，像是吴康仁和邵雨薇就特别穿着黑色情侣服到场见证这个特别的时刻。而在之前担任夫妻俩伴郎的邱泽，这次也特别带上老婆徐伟宁一起到场参与这场盛会。照片一出，网友也纷纷惊呼：“这人脉太惊人了啦！”